老巫婆常客西坑五百亿，予人恶传。小麦讲伊的微笑啊，只要摕到这笔西坑，咱就有机会会当甲无极集团几个吃落来。五百亿的西坑，有种来这么好要？伊的手头哦，本来就有无极集团25%的股份呐。啊，大年哦，摕分红的几十亿去投资。敢若安破落，就毋知影予伊赚偌济啊！即摆因为伊倒落啊，伊为着要替扫坏，还佮有讲饲养，甲金款抢倒来。即笔钱哦，才会敢摕出来用。咱买蓝湖哦，就亲像倒电呢，敢遮尔啊简单。五百亿呢？伊要予公扫坏迄个空间哦，安尼根本就拍算要送你嘛？你即摆才知影？我是代理人，咱有革命情感，所以才来催你哦，做伙摕这条钱。啊，不过你的态度竟然是安尼啊，卖着胎啊，我去找别人斗相共。啊，不，哎，哎呀，我这个身体哦，拢已经喘平平伫咧遮等你咧，你哪有需要去找别人啊？这款代志哦，愈少人知影愈好啦。哎，光哪讲哦，咱是斗阵的呢，共行共命，咱是真爱啊。只有我会为着你设想，会为着咱两个未来咧打拼啦，所以你当然嘛是要跟我配合啊，把迄条500亿哦提到手才对哦。那安尼你得好好表现啊，让我知影你敢有资格哦，跟我做伙享受这500亿。若是你哄抬我，让我足欢喜的，我就献你的牌啊，点你做贵妃。哎呀，女王啊！我就用这个香槟啊，好好给你刷一下。来，我用我的嘴哦来给你吃。你这个牙顺风气的，话白就白。原来这个百亿对你来讲，比我更有吸引力啊！哎呀，这个500亿哪会当跟你比啦？你的价值是无落计算的呢，因为哦。你是无价之宝，免一只人嘴花啊！我唔是这么简单哦，就很准的啦。啊，不过为着500亿哦，太多公平白嘛是应该的。啊，不过你是不是会当分到这条钱哦？就爱看你的表现啊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不是表现在这儿。医生，宝宝若是常常照超音波，敢会害宝宝受伤啊？加减有一点仔影响啦，所以有新的初期哦，一个月来检查一摆就好啊，莫常常照。哦，你看，我无骗你吼，爱听医生专业建议。好啊，你去外口等，我伫内底哦照超音波给你看。嗯。夫人，我今麦要帮你抹凝胶，会有一点仔冷哦。好，麻烦你啊。宝宝今麦伫这个位置，爸爸妈妈，恁今麦听到的是宝宝的心跳声。我有听到宝宝的心跳声。啊，不过。宝宝的心跳声，哪会这么紧啊？这是正常的啦，宝宝发育还真好哦。坐下来一个月后再过来照，会更清楚。好，我一个月以后再来照。医生，可以麻烦你给我宝宝的超音波照片，我要放在身躯顶，随时看我的宝宝。没问题，请你等一下哦。嗯。多谢。少海，咱的宝宝心跳就有力嘞，一定是一个查甫囝。不管是查甫拢好啦，只要是咱的宝宝哦，拢是宝。目睭看起来是无问题啦，
不过有心的人还是要注意营养，心情要保持平静，袂当受刺激。先生，你要好好照顾太太，绝对唔通你爱生气，爱较体贴嘞哦。好。你果然是表演科系出身的呢，演这个妇产科医生演得有够神的，真正是普罗级，连我也根本相信啊。来，你倒是莫出声，听我安怎甲公嫂来讲。就怕你的哦。来，你休困一下，等下我带你去吃大餐，爱给宝宝加一块营养。我看你拢无巴肚，一定是营养不够。嗯，我吃袂落啦。你是安怎吃袂落？你是无爽快哦？那你紧去看医生啊！你即马一定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呢，若无……我真想着咱的未来，我就一点仔胃口拢无。伫这间厝，我一点仔地位拢无。那不是因为这个宝宝，恐惊咱即马早就已经离婚啊！卖讲遐好无，我保证以后会好好疼你。你是因为这个宝宝才讲会疼我，其实哦，你根本就无要紧。我感觉甲你哦，就是感觉生囡仔的工具尔。无啦，我唔是因为宝宝才疼你，我本来就足疼你啊。身体好，宝宝才会好啊！你莫生气啊！我是看你这么瘦，我真正惊你会破病呢。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啊，不过你敢有迄个能力会当保护我、照顾我？我用我全部的力量来保护你甲宝宝。就惊你有迄个心，却无迄个能力。最后哦，咱啥物拢无，双手空空离开公家。连囡仔拢饲袂起，若是无法度予宝宝上好的生活，安尼哦，我过去卖生啊，就顺大家意。趁宝宝还无尴尬时阵，甲伊摕掉，然后咱离婚。哇，直球对决呢，蝴蝶啊，你有够凶的哦！你讲啥？啥物袂当予宝宝上好的生活？咱的宝宝一定会过上好的生活，比我这个戆爸爸。好一万倍。少怀，虽然你无介巧，啊，不过你对我的好，我拢知影。我是烦恼别人会欺负你。你讲大兄，你放心啦，你遐会帮咱对付大兄。我烦恼的是李白。过去哦，李白是以张君兰的身份认真地做研究，啊，不过伊煞无摕到任何的股份。伊的心内哦，一定就唔甘愿的。所以哦，在伊知影伊有20%的股份了后，才会这么积极地争取。迄本来就应该是伊的啊。你唔捌啦，人的贪念哦，一压起来就袂满足。伊唔拿买20%的股份，连马老和你的赛车哦，拢爱伊替你管。迄500亿哦，拢会当买更加侪武吉集团的股份啊。只要伊的股份哦，赢过所有的股东，大卖就出局啊，免伊啊。然后哦，伊就会霸占过五级集团，到时阵哦，咱就啥物拢无。袂啦，你遐袂安尼做啦，伊头脑真好啊，本来就应该帮妈管五级集团啊，伊来管哦，就来当照顾咱、照顾妈啊。上好是安尼啦，你莫袂记哩啊，李白身躯边啊，搁一个林子倩。林子倩哦。现在他每天在里面耳康片奔放，你要知道前头鬼信过三界说，若是里面听他的把人都挂出去了，连猫都没有他没我是要怎样？你这样说太过离谱啊，里面一直对我们很好啊，而且林子倩也对我很好的，他是好人啦，集团给他管了没问题啦。严格讲起来，
讲起杨学统上是江永传，是江道成迄个歹人的后生。林子谦更较免讲啊，伊拢是外人。你哪会当确定伊遐个外人会去吃官庙公啊？我是你的太太，你竟然相信伊遐个外人，看也相信我。我当然信任李兄，李兄对我好唔好，我真清楚啊，我会一直信任李兄啦。你讲啥拢同款啦。对，你相信你，想听伊的话啊。你时阵哦，讲要搬出去住，不爱和我住，你敢有替我喊苦？敢有？我。佮刚讲要用你全部的力量来保护我到爸爸，讲到底哦，我才是外人。我的巴肚。你有安怎无？你莫甲我遐惊嘞！一定是当着太气啊！宝宝听到哦，爸爸这尔相信我啦，伊嘛唔敢出事啊！啊，就听，宝宝你别惊，有妈妈爹，妈妈会保护你啊！不要紧，你去抱哦，就讲起杨家林子倩的大腿后。我甲宝宝才无稀罕，看了别人的面色吃饭。咱离婚。莫阁讲要离婚啊！讲无几句，你就讲要离婚，无安尼啦。我袂离婚，蝴蝶，要安怎做，你才袂受气？你甲我讲好无？少怀，我唔是挑工要为难你，我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咱的宝宝设想。我无想要咱的宝宝一出事。就变作境界二等公民，逐天哦拢爱看别人的目屎过日子，等日白哦分咱一嘴饭食。啊，不过我正你讲，也袂晓管理无极集团啊，妈甲董事也无可能互你来花。咱无信任李兄，甲伊赶走，就无人会当斗相共啊。你就是安尼啦，我无讲的话哦，硬要落来我的头壳顶。我是倒一句讲要家己白赶走。你安尼是啥物意思？离别当然较安分，无亲像大伯遮尔啊歹。啊，不过肉丰你的这五百亿哦，你袂当交予别人。一张钱哦，是咱一家三口的保障。规定哦，钱要先提到咱家己的手里较实在，莫予别人摸。是够看李白需要偌济，才予伊偌济就好啊，嘛是同款啊。嘛是啦，伊要偌济就予伊偌济就好啊吼。也阁有啊，少怀，咱是宝宝的爸爸妈妈呢。刚讲咱毋免替宝宝做一寡规划，就算将来咱有啥物意外，嘛爱确定宝宝会当无烦无恼平安大汉啊。我会开始做一寡财务规划，用这五百亿替宝宝成立一笔基金。不管有多大的变化，咱宝宝的权益一定要先顾好掉。嗯，迄笔钱放伫新加坡，咱先去摕。好，你来处理，先保障宝宝的未来。期待，再来处理。赞啊！什么事啊？无啦，可能哦是外口的人在讲话啦，唔免猜啦。行，咱来去订新加坡的机票。嗯嗯。这个陈东俊哦，是要搞海戏，叫伊卖出声啊，搁底下话，真正是猪队友。亿呢？蝴蝶安尼一碗白汤，甲关来就摕到手啊！哦，只会当讲哦，这个公嫂诶，就怪爱蝴蝶啦。五百亿都安尼好意呢？诶，唔对，是互我哦。这个公嫂话啊，真正受够疼某诶啦，连我后世人拢想要嫁互你啊！